吃这个呀。叔为什么搞那么累呢？ 这个早快点重新调嘛，还不行，还是拿压出来再说。下次买大一点。啊？买大一点嘛，下次。 大的有，太大的不好做，是吗？你说的来，就这个塞子对吧？那个有，买两个就是便宜的很，19。